三弟，你哋要应承大哥，翻到去之后，2017年就系一场梦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大哥讲得啱，诛杀魏忠贤，为我哋大明改写历史，才是我哋为人臣子的天命，乃是重中之重。其他一切的人和事，都只是镜花水月，南柯一梦。三弟有劳。三弟，你做咩眼红红啊？难道你仲依恋2017年？小李子确系不舍，但我不舍的并非是现代的沙发世界，而是对两位大哥的情与义。小李子只不过是上乘的一名小厮，但梦都估不到我同两位大英雄、大人物称兄道弟。三弟，你想太多了，我哋立过头名状，做得兄弟，一日兄弟，一世都是兄弟。冇错，一场兄弟，你仲是上善监的小厨神，以后我哋东林学院的膳食就要靠你射住射住。三弟，行装都准备好了嘛？手提电脑、手提电话、打火机我都收拾好了。好，有劳啊。系大哥。风卷残云，星光暗红，睇嚟我哋都系时候要闪。双眼如雪，但实质佢有一颗热情的心。睇嚟佢真系太唔舍得我。第三兄弟，二弟、三弟，大哥叫你哋专心啲，系咪当大哥讲嘅说话流噶？错过今次嘅天机，下一次唔知要等到几时噶？系大哥。开门啊！仲有一波开门啊！大哥，子时已到。我而家开始倒数三声，想上边条系啊嘛，三，得我一条，二，一，九星连珠，助我重返力条。发生咩事啊？你三个搞乜嘢啊？唔系谂住就咁样翻明朝系嘛？阿会唔会惹咗啲咧？可能我哋动作唔够一致，我哋再试一次啊！嚟，九星连珠，我重返明朝。唔好走啊！会唔会系卧龙先生佢孙漏咗啲嘢？一定系啲血门我哋未搞通嘅，我哋再嚟一次。搞乜嘢啊？大家二哥。你衰正衰到冇阵啦！冇阵啦！冇阵！点啊？救我救人！吓？梁叔系咪医院？姑仔姑仔，梁叔佢点啊？你阿爸同医生倾紧，应该冇咩事噶啦。好彩今朝有警察发现梁叔晕咗喺坑渠里面咋，如果唔系大件事啦。你哋三个唔系放假嘅咩？快睇下梁叔啦！我等埋二妹佢哋。系。大哥，你咪话当晚目睹卧龙先生穿越咗翻去汉朝咩？点解啲警察会喺坑渠度揾到佢？我都唔系好清楚啊。
會唔會係卧龍先生佢記性唔好，喺時光隧道裏邊走失咗，之後行翻轉頭啊？醒啦醒啦，卧龍先生醒啦！卧龍先生，冇事嘛？咁我哋三個仲喺度嘅？今晚九星連珠當空喎，你哋應該翻翻去明朝嘅喎，唔通好似我一樣喺穿越嘅過程中出咗意外？正是啊，我哋竟然跟足卧龍先生你所講，喺九星連珠當空，我哋三兄弟練一樣嘅口訣，做一樣嘅動作，但係乜嘢反應都冇啊！卧龙先生，你开句声啦，我哋系咪已经冇机会翻明朝啦？真系天意弄人啊！我都系撑两步啊，就可以重踏大汉国土，点不知有一股无形嘅力量拉住我，好似跌落万丈深渊啊！喂，唔通我计错数？又唔通我哋翻去嘅时间未到？咁几时先系啊？你幫我哋計多次啊！我哋真係趕住翻明朝㗎。係咪嘈住曬啦？咪嘈住曬啦！等我個傷好翻之後，我再同你哋籌謀籌謀嚇。睇下梁叔啦，梁叔，梁叔，梁叔，你有冇事啊？我都叫你唔好周圍走㗎啦。喂，點解你哋三個仲喺度嘅？今日係九星連珠當空噃，你哋應該去咗明朝㗎啦。唔通係咪好似我一樣？在穿越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，咩九星连珠啊？梁叔就是诸葛亮啊？冇错，我就是诸葛孔明，又称卧龙先生。阿刘师傅啊，你今次又有新角色啦！上次唔系拜杨过嘅，但系小龙女都未揾得翻，今次又做诸葛亮。嗱，你唔好喺度说三道四啊！我差两步咋，就重踏大汉国土啦！點不知有種無形嘅力量掹住我，又好似跌落萬丈深淵。點啊，劉師傅點啊？喂，你哋冇嘢啊嘛？咁即係點啊？係咪仲未死心，仲要翻明朝啊嚇？喂，唔使喂啦。原來佢哋口中嘅卧龍先生就是有老人痴呆症嘅梁叔，呢次真係一鋪清曬佢哋袋。千里路揾卧源，海重头搜十九山河，朝天阙。老天爷，你身为大明嘅子民，我苦练苦学十多个寒暑，我袁崇焕一片丹心向大明，但系点解你偏偏要我嚟到2017年，又偏偏要俾我知道边个系祸害大明嘅卖国贼？但系又偏偏俾我翻去，手印计中意你个妖人，而我袁崇焕如何自处？你到底意欲何为？求下你，俾啲启示我，俾啲启示我哋三兄弟。Hello YouTube 嘅观众，记得 subscribe 我哋呢一条嘅 channel 啦 ，like 埋呢条片，揿埋个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每一条新片啦。